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佛法大誓愿》第十五页啊，第十四倒数第二行第七章啊，我作佛事，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正觉。这一章里面有两愿。第十三愿，光明无量。啊，从若有众生，下面是第十四愿，除光暗乐。啊，光照到我们身上，就得暗乐。啊，前面跟诸位说过，善导大师为我们说明，四十八愿里面有五愿最为真实，最是稀有啊，十方世界没听说过。第一个就是第十二愿，定成正觉。第二个呢，就是此地第十三愿，光明无量。啊，第三个是在底下一章，寿命无量。啊，这祖师特别提醒我们，啊，要重视这个五愿。我们看底下的注解小注啊，佛佛道统，佛的果证与清净心呢也相同，为佛光所照范围不等啊，佛的清净心相同，平等心相同啊，但是佛的光啊不一，大小不一样啊，在一切诸佛佛光当中来看，阿弥陀佛确实是无比的殊胜啊，我们往下看，这是什么原因？因地所发的愿不一样，所以果地所现的相啊，也就有差别了。法藏，这是阿弥陀佛在菩萨地位的名称啊，法藏。菩萨他一发心，愿就超过一般人，并且要胜过一切诸佛，他发这么一个愿啊，这是很稀有的，很难得的啊，胜过一切诸佛。因此其光明呢，就自然遍照十方，所以
一切诸佛光明不能跟他相比。啊，后面释迦牟尼佛赞叹他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释迦的赞叹是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这一点我们要能够体会到。啊，日光，这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啊，虽然光明啊，它有障碍，我们在房间里面它就找不到。啊，佛光没障碍，而且没有间断，无时不照，无处不照。现在有没有照我们？有。为什么我们没有感觉？啊，这底下说了，有人说为什么不照到我？此时你本身有障碍，不是不照，本身的障碍。障碍是什么？是妄想。啊，妄想障住了佛光，执着障住了佛光，分别也障住了佛光。所以不能觉察了。啊，如果我们念佛念到清净心显现了，佛光啊，就感觉到了，你就能感觉到阿弥陀佛的佛光照见你了。啊，下面举一个浅显的例子，佛经所在之处，念佛读经或是修定，这个时候容易感触得到佛光。啊，你会得到法喜充满。啊，真能得到快乐。恶念呢，止住了。慈悲心增长。希望求生极乐世界这一个愿望，这个念头逐渐加强。这是古德所说的有净土。啊，重点在那个有字，真有净土。啊，你能感触到佛光助照。啊，如果妄念多，习气重，这是决定障碍佛光的。啊，学佛念佛，念佛的功夫从什么地方看见？这个一定要知道，无量寿经经体上就清清楚楚。啊，功夫是什么？清净心显现了，这功夫得到了。有这个功夫，就决定得生。有这个功夫，跟佛就有感应。啊，这个功夫就是能感，佛就会应。啊，佛怎么应？佛让你看到他，佛现身给你看。
啊，就是前面所说的，佛来给信息给你，一般经常叫受记呀。啊，佛会告诉你，你还有多长的寿命？寿命到的时候，佛会来接你往生，你看，就约定好了。啊，这个时候有许多聪明人，啊，他这个时候抓住机会，求佛带他现在往生。寿命呢，不要了。这种人很多啊，遇到阿弥陀佛机会也难逢啊，逢到之后就不抓住不放啊，弥陀慈悲啊，就会告诉你，给你约定啊，三天五天啊，一个星期来带你往生，真的一点都不假。那还有呢，佛不带你的，像海贤老和尚啊，他一生他是常常跟阿弥陀佛见面，常常看见极乐世界，真想往生啊，求佛求了多少次啊，阿弥陀佛不答应，不带他去，告诉他你修得不错，修得很好，确实是学佛人的好样子，特别是念佛人的好榜样。啊，所以阿弥陀佛嘱咐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表法给大家看，这个表法就是做一个好榜样。啊，让大家向你学习。所以他活那么长的寿命啊，我在我的想象当中，那是佛力加持，不是他本有的寿命啊，他的寿命应该也是在七老八十，七八十岁啊，是他的寿命啊，他能活到112岁，佛力加持的。啊，那么佛力加持的人也不少啊，他不说我们不知道啊，啊，这些人他们住在这个世界，心行跟我们不一样，他跟极乐世界相应，换一句话说，他跟无量寿经相应。啊，无量寿经上所说的点点滴滴，他全落实了。啊，他念阿弥陀佛，想见佛，佛就现身；想见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现前，一丝毫怀疑没有。虽然在这个世间呢，这个世间的一切他没有一样东西放在心上，所以他心清净啊。那么一般人，这一般凡夫没有到这个境界，清净心现前就是阿罗汉的境界啊，在佛门里面叫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就能感动阿弥陀佛来送信息给你啊，真的来给你作证啊，你不会有丝毫妄念，不会有丝毫怀疑啊，你知道
念佛生净土是真的。啊，所以有净土，你的心里头真有了，有阿弥陀佛。啊，欧益大师晚年就用有做别号。啊，自称为西有道人。啊，西是西方极乐世界，真有，他真相信，他不怀疑，所以称西有道人。啊，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下面第八章。有两愿，第一个愿寿命无量，啊，紧接着前面光明无量，啊，寿命无量。第十六愿声闻无数，啊，声闻是证小果的，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念佛念到清净心的。到极乐世界得清净心往生的人无量无边的，数不清的啊，得清净心。那么从清净心再往上提升，就是四依心不乱啊，那是真正的阿罗汉啊，跟小乘四果罗汉是平等的。生到极方极西方极乐世界是方便有余土啊，不是凡圣同居土。啊，念到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有上中下三品，上品的他也生到有余土，方便有余土。啊，中下根性的，他生在同居土。前面跟诸位说过，极乐世界同居土只有天人这两道，没有阿修罗，没有恶鬼地狱出生。啊，极乐世界没有。啊，虽然品位不高，第二十愿里面佛讲得非常清楚。啊，善导大师说五种真实没有把第二十愿包括在其中，我在这里补上，第二十非常重要。啊，临终戒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有一句经文重要，做阿惟越智菩萨，这还得了吗？啊，这一句话就说明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不重要，这一句重要，平等的，通通做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是不退转啊，什么不退转？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那就是法身菩萨嘛。所以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没有这些高下阶级，高下阶级有名无实啊，在你自己修正功夫上有这个名称，啊，实际上呢，你的智慧、神通、道理，得到阿弥陀佛威神本愿加持，大家同时平等的，这是十方世界
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有的。我们要记住啊，为什么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为这个。到极乐世界，换一句话说，等于成佛了。佛的智慧神通道理，你通通去做啊，不是你修来的，是阿弥陀佛加持你的。阿弥陀佛确实有这个能力加持你。由此我们也能够推想到，我们今天在娑婆世界修行，能不能得阿弥陀佛加持？肯定，阿弥陀佛没有不加持的。凭个人的业力太难了，障碍重重啊！得佛加持，很多障碍自然就没有了。你学佛一帆风顺，所以这个第八章，我们把经文念一遍。我做佛时，寿命无量。第十五愿就这一句。下面是第十六愿。寿命无量。各种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这是佛力加持的。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共计较，即是计算，教是比较，若能知其数量者，不取正觉。没有人能知数量，知道他的数量。我们看底下小注：阿弥陀佛寿命无量，凡是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其寿命一切无量。古大德说：“此为净土第一殊胜，寿命长，做什么事情都能圆满。”我们这个世界寿命太短了，能活100岁的人不多啊。所以事情往往不能圆满，圆满的事情要两三代，一代一代接着走。大多数都不能圆满。这是我们眼前看得到的。这几句是讲的寿命。这个寿命就是其他宗教里面讲的永生呢。永生是不是真的？真有永生，永生在极乐世界，永生在大乘佛法。学佛目的就是求永生。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的人，你问他为什么要念佛，为什么要求生净土，第一个回答就是求无量寿，不再搞生死轮回了，
生死轮回太苦了，时间很短呐、生生世世没完没了。我们在这里，从无量劫来搞到现在，还继续在搞。佛菩萨心目当中，我们这批人真正是可怜悯者。怎么会变成这样子？一句话，迷失了自信。自信就是真心。真心是什么样子？不生不灭，就是无量寿。所以真正无量寿是自己本有的，不是外头得来的。那我们的障碍很难断，还有习气更难。这习气障碍习气是什么？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些东西在六道凡夫是普遍都有的。佛法把它说成两个字：造业。让你欢喜。那是善业，让你嗔恨、厌恶，那是恶业。善业感三善道，果报在三善道。恶业果报在三恶道，地狱、魔鬼、畜生。三恶道、三善道从哪里来的？自己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自作自受啊！不是别人给你的，与佛菩萨不相干呐！全是自作自受，太可怕了！这个事实真相。大乘经上讲得清楚，无量寿经上讲得清楚，你用心的学，慢慢的你全都明白了。明白之后呢，可贵的，我不再干傻事了。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他在光碟上显示的永思记里面所记载的老和尚修行的功夫忍辱波罗蜜，这个功夫了不起。为什么？老和尚学佛了92年，92年没有发过脾气，谁能做得到？一生没有批评过人，没有责备过人，对任何人一团和气，和颜悦色，所以没有人不愿意亲近他的，这个法缘非常殊胜。确确实实，咱不谈别的功夫，小乘出国具备的这功夫，他完全有。你细心去读他的这个《永思记》，这是大家跟他相处过的人，
感叹他的恩德，写出的真实的事例啊，让我们呢远方的人能够看到啊，一生真诚对人，没有自己，从来不为自己想，念念想别人啊，念念帮助别人离苦得乐啊，没想到自己小乘须陀洹，必须要具备的断身见，他做到了。断边界，边界就是对立，他做到了。一生不跟人对立，不跟事对立，不跟一切无对立，那是什么？整个宇宙是一体，不对立就是一体啊，对立就有你我他了，就有分别执着，他没有。那我们相信，有理由相信老和尚，他的秉性好，这个很难得。这个秉性老实、听话、正干啊，所以他师父给他剃度，他20岁出家啊，遇到这么一样一个徒弟，难得了。为什么他能在一生当中成佛？这叫根属众生。太难得了啊，所以教他一句话，剃完头之后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6个字告诉他，你一直念下去，他真听话。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没有换题目啊，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师父没有教他念经，没有听过一堂课啊，一生修什么呢？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从早到晚，从晚到早，除了睡觉之外就没有中断过。一句佛号念到底，真的念到一心不乱了啊，功夫成片是初步，就是清净心刚刚得到啊，再精进，清净心就成片了。一切时一切处心总是清净，清净就放光明，光明就有智慧啊，所以虽然不认识字，他真有智慧。不但有智慧，他有神通。虽有智慧神通都不说啊，他也不显在外面，除非在很有必要的时候，偶尔
啊，显现现一些，啊，你问他，他不承认。啊，跟他相处久的人知道，啊，这个老和尚不是普通人。啊，从事业心到离业心，他成就离业心，就是化身菩萨，明心见性，用念佛的方法得到明心见性，跟唐朝六祖慧能同一个阶层。啊，慧能是顿悟，那个太稀有了。他是渐修，啊，他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他能证得，我们也能证得。只要照他那个方式就行。啊，真实功夫，啊，要万缘放下，什么都别放在心上。为什么？假的。那老和尚也有一句口头禅，常常劝人，告诉人，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假的别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成了障碍。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业，造业，放在心上就造业，不放在心上不造业。啊，事可以照做，做完之后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心里头什么也没有，这叫念佛人，这叫真念佛。啊，心里头一大堆的妄想，这凡夫。啊，如果你行得善，将来果报在三善道；如果不善，果报在三恶道。做得很多好事，好事三恶道里头也有福报啊。那最明显的让我们看到的，我在香港住的附近邻居家家都养小狗宠物啊，你看那小狗真有福报啊，天冷了主人还给它做上衣服穿上啊，每天早晚有专人伺候它照顾它，别个人享福多了。那一家人呢还常常吵架，但是对这个小狗没有一个不爱护的，那什么前世修的福报啊，这一生投在畜生道里头享福，但是我们是很容易见到的啊。啊，那么有修福的出生就是苦了，那叫外面流浪狗啊，那是没修福报的 啊这变成家里宠物，这个是修的有福报。啊，所以心里头要清净啊，断恶不着断我相，修善不着修善相，这个好，这个叫敬业啊，清净。为什么？果报不在六道，六道里头没有它。
啊，我们要修敬业，这就对了。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这两句话《大乘经》上太多了。佛常常说，菩提心是觉悟心，就是我们今天上清净平等觉，这就是菩提心。啊，清净平等觉五个字全有，这是佛。有清净平等没有觉是菩萨，有清净没有平等觉是阿罗汉。得搞清楚啊！啊，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真正修得清净平等觉。啊，用什么方法？一句佛号，大道至简的，太简单了，啊，就能成就我。啊，来佛寺三个人给我们做证明。啊，海鲜老和尚的母亲，在家居士。啊，晚年没人照顾，老和尚借到庙里面，啊，住在寺庙，在一起念佛，他住了27年，一直到86岁自在往生。啊，都是欲知时知。没有病苦，没有死苦，啊，说走就真走了。啊，还有海鲜老和尚的师弟海谦老和尚，82岁走的。啊，最后为我们表法，海鲜老和尚112岁。啊，跟我们实现的没有劳苦，112岁，头脑清楚，体力跟年轻人一样。啊，他还上树，啊，上到屋顶修理房子，啊，什么活他都干。他给我们实现的是标准的农夫，啊，应该他从小就在田里面干活，所以对于耕种经验非常丰富。啊，一生就一句佛号，在别人寺庙里头做早晚课的时候，他就念阿弥陀佛，啊，一生没有做过金蝉佛事，啊，就是农村，真诚慈悲也，啊，帮助成千上万的穷苦的众生，啊，他种的粮食，自己庙不大了，小庙，常住就是4-5个人，所以收成又多的，粮食又多的，到处救济别人，他不卖钱。啊，做救济，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
啊，年年丰收。啊，他附近一200里地这个范围居住的这些农村里面的老人，就是他布施的对象，啊，供养的对象。啊，下面第十六愿，声闻无数，声闻是阿罗汉。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功夫成片往生到极乐界，得清净心，这都属于声闻。啊，声闻有四果：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阿罗汉，初果须陀洹。啊，只要念到功夫成片，就入声闻这一类了。啊，这样的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无量无数。啊，没有人能计算得出来呀！这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通通证得圆觉了，圆觉比声闻高，啊，圆觉是辟支佛，啊，地位与神通比阿罗汉高，他们与百千劫共同计算西方世界的人数，他也算不出来。啊，那么这些人都是这十劫之内，由无量无边世界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人啊，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不难，只要你真正相信，不能怀疑。啊，我有怀疑，我如何能把怀疑断掉？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读《无量寿经》，一天念十遍，十天念100遍，念上3年，你的怀疑就念掉了，就没有。你完全相信啊？为什么一天果然能念10遍？3年下来，你的清净心现前啊，清净心一现前，阿弥陀佛就来了，或者在定中你见到了，或者在梦中见到了，是真的感应啊！这个决定不能把它当作平常做梦看待，它真感应啊！感应确实不可思议，坚定你的信心，坚固你的愿心，你再不怀疑。啊，你可以问阿弥陀佛，你什么时候到极乐世界？他会告诉你。啊，换一句话说，你在阿弥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极乐世界有你名字了，七宝池里头有你的莲花，阿弥陀佛讲堂有你的座位。那座位上都有名字，不会错的。念佛功夫深的，甚至于可以在极乐世界看到你自己座位，
啊，再不会怀疑了，真心切愿了，决定得生了。阿弥陀佛，他的世界号称极乐，其根本就是无量寿。每一个人往生的人寿命跟阿弥陀佛一样啊，阿弥陀佛无量寿啊，无量寿是自信啊，是真心的 啊大乘经上常讲的本性自信，本性自信就是无量寿啊，所以到极乐世界去证得无量寿啊，这个证得并没有把自己烦恼习气完全断掉，没有啊，待业往生啊，待业你怎么能证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你得到了，提前得到了啊，没有阶级的得到了，这一得到永远不会失去。这是西方极乐世界无比殊胜之处啊，所以寿命无量也是善导大师所赞叹的啊。我们再看第九愿啊，第九章，只有一愿诸佛称叹愿啊，这也是善导大师五种真实愿的一种啊。为什么这愿太重要了？诸佛要不赞叹，我们怎么知道有极乐世界？不知道啊，不知道极乐世界的方便利益，我们就得不到了。所以这一愿太重要了啊！一切诸佛都赞叹，释迦牟尼佛也赞叹。啊，我们看经文，第九章，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不取正觉。这一章只有一愿啊，这一愿非常重要啊。我们看底下注解，此愿与我们关系最大，西方极乐世界再好，若没有人向我们介绍推荐，我们不知道啊，我们虽然具备往生的条件，要遇不到这个法门也是枉然。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恩德太大了啊，他讲的一切经我们都未必能成就，这是真的啊。但是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们，我们要是深信不疑，依教奉行，那就恭喜诸位了，没有一个不往生成佛。
啊，凡是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记住前面念过，必成正觉。这个话说的多肯定啊，必定成佛，没有怀疑。十方一切诸佛向众生说法，所讲经论都讲此经，此经就是无量寿经。经论无量无边的佛出现在世间，一生所说的啊，不是完全的，等于是挑选的，适合这个地区的众生，适合他的程度，他们听了会欢喜，能听得懂，可以依教奉行，这才讲啊。太深太浅了不说啊，所以叫契机，不契机的统统不讲啊。但是无量寿经普遍契合一切众生的根基啊。那换一句话说，无量寿经是一切诸佛讲经说法里头必定会讲的。就是这么个道理啊，因此经适合一切根性啊，所以说一切诸佛出现在世间必定会讲这部经。佛为什么出世？就是来帮助众生立刻成佛。因此佛对众生所说一切经论法门，是以成佛法门为第一啊，而成佛法门就是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这三部经，是专门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如果这个法门你听了不相信，不愿意接受，好，佛再向你说其他法门佛49年所说的法门多，都是帮助居住在地球上这一类的众生而说的啊，不契机的一概不说，真正契机啊，契机契理，有人不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他还愿意留在这个世界，希望来生做个富贵人，佛满他的愿，佛就叫他修人天福报，满足他这一生的愿望。啊，大小乘经里头都有劝人专修佛宝的啊，这些人没有觉悟啊，不知道轮回苦啊，对人天还留念呢啊，这样的人真的不少啊。所以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我在学习，
介绍给同学们，我是把它分成五类。这个里头有普世教育，普遍对这个世界一切众生教化的，那是什么呢？伦理的教育，跟佛经上伦理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你能懂这三种，人天福报你就能得到。你会懂得怎么个修法。人天福报累积也不容易。但是要把它毁掉却很容易。大乘经里面常说的火烧功德林。功德累积不容易啊。一发脾气这功德全没有了。全烧光了。所以世间人修的福报可以保住，功德很难。功德一发脾气都要算，你什么时候没有发脾气，到现在你的功德就这么多，但是福德不会。福德你修的你能保得住，来生享福。功德是成佛用的，是往生极乐世界用的。福德是在三恶三善道享福报，那不一样。那么这个法门，净土法门，无论什么人，不论善恶，不论身份，男女老少，程度高下，只要相信，不怀疑，只要发愿求生净土，真正肯依照这个方法一心念佛，就能往生。此乃普度众生圆成佛道的法门，真正是稀有难得。这个法门是难信之法，最容易修成，但是他很难相信。小乘人不相信，全教菩萨不相信，凡夫里头有相信的。为什么？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凡是能够相信的这种人，都是过去生中无量劫来生生世世修学佛法，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今天碰到这个法门，欢喜信受奉行，都是无量诸佛加持你。你才欢喜接受啊，不简单的。真正欢喜接受人不多，只要真正接受一教奉行，没有一个不成就。这些人往往人瞧不起。我们正看到了阿公阿婆，他一天到晚拿着念珠念阿弥陀佛，你问他什么
他好像都不知道。啊，问他什么，他回答你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除了阿弥陀佛，他没有第二句话说。啊，所以你就不理他了。啊，那么这样的人有。啊，这是真修行人。他们将来到极乐世界过过成佛。绝不能小看他，不能轻看他。啊，一般人做不到。啊，他一句佛号接着一句佛号。啊，没有丢失一句。叫净念相继言。啊，我的老家有个野佛寺，现在的方丈开立法寺，他到香港来看我，我就问他，你们庙里有没有这种人？他说有，有四五个。啊，确实没有人瞧得起他，我就告诉他，对这样的念佛的阿公阿婆要尊重，要供养，要照顾。啊，为什么？这几个人在你寺庙周围，你寺庙有福报啊，你佛寺庙有护法神保护啊。啊，为什么？他们是真正念佛人呢，他们跟阿弥陀佛通消息，我们不知道啊。啊，就像海鲜一样啊，海鲜在世，谁称赞他？啊，都看不起他了，啊，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只会念一句阿弥陀佛，其他什么都不会。哎，真功夫，真修行人，啊。往往我们疏忽了啊！你供养这种人，称赞这种人，真正是大功德啊！这种人决定往生啊！这就是普度众生、圆成佛道的法门啊，稀有难得，他得到了，他真干了啊！把真心切愿、一心念佛，变成生活，变成工作，处世待人接物都没有离开。啊，所以一切诸佛出现在世间，目的是帮助大家成佛了。善导大师说，诸佛所以心出世，唯摄弥陀本愿海。弥陀本愿海就是四十八愿，我们现在学的这一段经文啊，佛真的是一切诸佛如来出现在世间，他说什么？就是把西方极乐世界详详细细地介绍给我们啊，希望我们能信，能接受，能发愿求生，能依教奉行，个个成佛，这个目的就达到了。也许各位将此法介绍于亲友，而人家听了摇头，你们心里难过，这事情很多啊，这么好的东西当面错过啊，要不必难过。为什么？他们成佛的机缘没成熟，没到啊。
当然不能接受。能够接受这个法门，是他善根福德因缘同时具足。这是这一句话《弥陀经》上所说的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无量寿经经文呢、可见的具足善根福德因缘三样都觉得难呐、善根是能信，福德是真干，是老实念佛。老实念佛的人，第一大福报。为什么？他很快就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你说你富有，跟极乐世界比差远了。极乐世界黄金为地，我们此地铺马路的是没有啊，极乐世界铺马路是黄金啊。这个建筑的宫殿都是七宝，我们是用的水泥，用的钢筋，人家用七宝。每个人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无量寿命，你怎么能跟人家比？而且用功三年五载就可以得到，你想想看，你要极乐世界还是要咱们娑婆世界？在娑婆世界求不得苦啊，到极乐世界一切现成这是真的，绝对不是佛来诱惑我们佛没有这个必要佛的话字字句句都是真实话，没有一句话一个字是骗人的我们要能体会到，我们要真感缘不成熟，也就是善根福德因缘不具足那我们是无量劫以来也是生生世世修行，这三个条件总是不足，百千万劫难遭遇，今天遇到了，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个因缘的缘分不怀疑，能相信，这就善根具足了。真正发愿，这地方这么好，真正发愿，我一定要去，福报现前了。这个善根福报是过去生中无量劫累积的。要不然不可能的底下这一章第十章只有一愿，这一愿是四十八愿的核心，最重要的一愿过去历代的净宗祖师大德都肯定这一愿是弥陀慈悲的基础。
第一真实大愿，我们读经文，我祖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信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生念必生啊，这就是极乐世界不难去啊。这生念是指什么？我们看底下的讲，小雨小主第十八愿是四十八愿中最重要的一愿，此古来祖师所供认。其重要呢，就在生念必生，真简单呢。人人做得到啊，那不肯做就没办法了。明白玄不，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我们讲修行，修什么法门好？这跟我说出来了。念佛，功德是第一。古人有说：“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为什么？这一句佛号包罗万象啊！一切诸佛菩萨的名号都包在这一句名号当中啊！这一句名号可以翻啊，把它翻成中文。翻经的法师没翻，翻他的音，没有翻他的意思，可以翻的。阿弥陀佛，这名号就是四个字，是梵语。翻成中国字是无。弥陀翻成中国字是亮，佛翻成中国字是觉悟，名号完全翻过来就是无量觉。那我们想想，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都是啊。所以一切诸佛名号全在其中，你念这句阿弥陀佛，全念到了，一个也不用漏。一切菩萨名号也在其中，菩萨觉悟为圆满，诸佛觉悟圆满了，所以佛菩萨名号都在其中。你要想真正成就功德，念阿弥陀佛比什么都快啊，快到什么程度？生念必生，念十句就往生了。真有这个例子。所以这里明白宣布名号功德不可思议。重金较量佛所说的一切经，这就是重金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全部的这个经典，我们来做个比较，来衡量一下得到一个结论，推到最后
就剩这一句阿弥陀佛圣号。那么换句话说，这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就包含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这念经不如念佛。海鲜老和尚的师父了不起啊，就传授这一句佛号，其他的什么都包括在其中，等于说是把全部的佛法、世尊的佛法、一切诸佛的佛法统统传给你了。你不知道啊，但是海鲜老和尚老实，他不怀疑，他有真诚心，他有恭敬心，接受老师的教诲，不辜负老师，老师叫他一直念下去，他就一直念下去，一生不改学习方法。而且遵守老师的教诲，老师跟他说了，将来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这个将来明白的是怎么回事情？将来念到理业心不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念到这个时候，你什么都知道了，但是环境不许可，你不能说，永远不能说。他都做到了。如果他在释迦牟尼佛在世那个时代，那他跟阿难、迦叶目犍连一样的同一个阶层的。他要是在唐朝唐太宗那个时候，他跟慧能大师是平等的。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尤其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时代，决定不允许你说的，不能说。那个时代不可以念佛，他怎么样？心里头默念，不出声音，没人知道。不能拜佛，他晚上看别人都睡觉了，半夜起来偷偷的拜佛。他真的跟他师父所说的一样，确实达到明白了。那个明白了就是开悟了。开悟之后不要说，还是老老实实装糊涂。要装到底。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佛教的表法。表法修行人就是老实，有老实听话真干，没有一个不成就。不老实不听话不肯真干，这是表面修复。累积一点善业，这一生不能成就。这一生要想成就，得万缘放下。关键在此地。你为什么不能放下？你没有搞清楚啊。真正搞清楚了，自然放下了。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到底是什么？金刚经上就说得很好。金刚经大家都读过。经常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幕后记子里说得更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自然放下了。有为法是什么？有生有灭，有生有灭是假的，不生不灭是真的。这一句阿弥陀佛不生不灭，这一句阿弥陀佛翻成中国意思是无量寿无量光，这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在弥陀经里头。所以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那就是把无量光无量寿放在心上，这个正确。为什么？我们的自信本来是无量寿，本来是无量光，现在无量寿光寿没有了，变成什么？变成装一切众生垃圾的垃圾桶，你说多可悲呀！装这些是非人我、妄想分别之处，这是妄心，不是真心。真心不接受，念阿弥陀佛跟真心相应。这个世间是是非非的，跟真心相违背，跟妄心，妄心是阿赖耶，阿赖耶就是垃圾桶。把这些是非善恶全装在里头，这叫造业。他所感得的果报就是六道轮回。我们不能不知道。应当要做一个选择。那么这一愿，一切祖师大德都告诉我们，这一愿是生念必生。这个经文说是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去成就。后头一两句话，唯除无逆毁谤正法。这种人不能往生，是不是真不能往生？善导大师有说有解释。我们说古人推到最后就剩下一句阿弥陀佛，再回过头来研究四十八愿，就是这一句佛号的解释。无量寿经全部就是解释四十八愿，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解释无量寿经，大藏经就是解释华严经，这才体会到一部大藏经浓缩了就是这一句佛号。华严经说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如对一般人来讲说人一，若对于成佛机缘成熟的人来说，应该说专一。这华严章这一句话对象不一样，解释就不相同。
啊，对于根性成熟的人来讲，专一、专执一句佛号。华严经到最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善财的老师文殊菩萨，文殊菩萨是七佛之师，啊，七尊佛的老师，智慧第一了，啊，表法的是表智慧第一了。我们学习到五十三参，才真正明了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善财学什么？跟海鲜老和尚一样，一句阿弥陀佛，不拐弯。啊，五十三参，你看第一参，吉祥云比丘，他修波州三昧，专修念佛法门，把这个法门传给善财，善财接受了。啊，当中这五十一参是上财善财求后得之，后得之无所不知，所以他要看，他要听，他要接触。啊，这五十一参是什么呢？就是现实的社会，社会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他没有一样不清楚，没有一样不明了。啊，为什么？能普度众生，能起一切众生的根性，啊，成就圆满的后得之，是这个意思。他自己呢，一句弥陀念到底，为什么？看到最后一层，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就明白了。啊，第一个老师叫他念佛，最后一个老师带他到极乐世界去了。啊，可见善财童子彻实彻终，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我这才搞清楚，搞明白了。搞明白之后，对经宗不怀疑了，我就接受了。啊，我是从华严转到净土的。啊，没有华严经，我不相信净土。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一句佛号，包括一切佛的名号，包括一切经典，包括一切法门，这怎么能叫人相信？真的是难信之法了。啊，难信能信，这才真正叫可贵呀！啊，再不怀疑，万缘放下，心定了。啊，年轻的时候对经教非常有兴趣，啊，很浓厚的兴趣。啊，我跟方东伟先生学哲学，啊，他把佛法看成哲学，我是这么入门的。啊，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分成五个单元。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当时我疑惑，我向老师请教，佛教是宗教，是迷信，他怎么会有哲学？啊，老师告诉我，他说你年轻，你不知道啊，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
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入佛门是这么入进来的，啊，跟别人不一样。啊，方老师这个话非常难得，今天大陆北京政府肯定了这桩事情啊，他们在网络上把这信息拉给我，我看到了啊，北京政府发话了，说什么呢？说佛教不是宗教，不是迷信，是教育。我等了60年啊，我在出家的时候，我33岁出家，今年57年。57年出家的时候，曾经向台北啊中国佛教会上了一个报告啊建议书，请求佛教会为佛教正名啊，中国人古人讲名不正则言不顺呢、啊。现在大家都把佛教当作迷信，当作宗教，宗教里头属于低级宗教，高级宗教只拜一个神，低级宗教什么都拜，是多神教啊，多神教那就是低级宗教，我们的亏吃大了啊。所以我上书的时候就是把方先生教给我的啊，佛教是哲学，是教育啊，那应该加两个字进去，现在我们叫佛教加两个字，佛陀教育，加一个陀加个语，佛陀教育，这样就不会产生误会了啊。当时这些老和尚们听到也都很欢喜，都点头，但是没有落实啊，没有想到今天北京政府啊，他们发话了啊，走向这个方向啊。那么我们在台湾建了个小道场，在杭州南路啊，这也有30年了。我们这个小道场是佛陀教育基金会啊，我们把这个名称显示出来了啊，佛陀教育基金会啊。那么我移民到香港，在香港成立一个协会啊，佛陀教育协会，他们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啊，我们用佛陀教育啊，不用佛教这两个字，佛教会叫人产生误会啊，名正言顺呢、啊，这个很重要。啊，我们这个最后这一句话是如搞清楚了啊，真的搞清楚了，必定死心塌地的抱着一句佛号，不会放松了，是真的不是假的。真正佛号只有4个字，阿弥陀佛，南无是皈依的意思。莲池大师在世的时候，有人问他，你老人家教人念佛怎么教法，
他说：“我教人念南无阿弥陀佛。”那又问他：“你自己呢？”他说：“我自己念阿弥陀佛。”为什么？我真信，我真愿往生极乐世界，我这一生决定求生净土，只持名号啊就可以了。那名号就四个字嘛，恭敬的话了可以免了。那个南无是恭敬的话，啊，南无是皈依阿弥陀佛，恭敬阿弥陀佛，客气话，客气话不要了，越简单越好。啊，所以莲池大师一生念佛念四个字，教别人念六个字，别人未必相信，未必肯往生极乐世界。我是决定相信，我是决定要到极乐世界。啊，所以客气省掉。啊，与阿弥陀佛结了善缘，将来他想往生。这个种子会成熟，啊，这就对于现在还不明了事实真相，啊，真正求往生的念头还发不出来，所以加个南无，啊，智心是真诚之心。真诚到基础，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完全听佛的教训，非常欢喜这个法门以及西方极乐世界，念佛以凡夫也念得越多越好，因为你不念佛了必定大妄想，一切人我是非贪嗔痴慢全来了，所以不念佛就搞六道轮回啊，这就是劝你佛号不要间断啊。海鲜老和尚做了92年给我们做榜样啊，从剃头师父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一直念到往生，念了92年没间断啊，这给我们做了真正的好榜样所以不念佛真的起心动念全是六道轮回啊，念阿弥陀佛念得清清楚楚，没有妄想，也没有无明，一句佛号不但破妄想也断无明，作用不可思议。所以海贤老和尚他念佛的功夫啊，我觉得他的成就啊，功夫成片应该在25岁左右，也就是他20岁学了这个法门，5年他就能念到功夫成片。念到功夫成片，就跟阿弥陀佛接上线了。啊，阿弥陀佛就现身了，啊，告诉他的信息。那么继续，他没有求往生，继续往下念，从这功夫上再向上提升，也不过5年吧，啊，顶多不会超过10年，也就是说，他的事业心不乱，应该在30岁前后，那么正理业心不乱，也只是在40岁左右。他就明心见性了，
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就这一句佛号，能成就无上道。啊，念到理业心不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事出世间一切法，完全通达明了啊！啊，他跟六祖慧能一样啊，事出世间一切法，你向他请教，他都会给你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有这个能力。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念佛真正不可思议。啊，现在这几年来，我们宣扬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快要断绝了，后继无人呢。我们年轻的时候，台湾还有几位大师啊，现在都过世了，找谁来教？跟谁学？没有办法啊！但是佛门里头有，佛门你看，念这一句佛号，念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行了。他对佛法通了，对于中国儒跟道也通了，全通了。这样人能教啊？没有明心见性不行呐！啊，没有明心见性，有大悟有小悟，小悟的人多。啊，大悟的人就很难了，很稀有了。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我们在来福寺里头看到海鲜老和尚。啊，这个给我们做证明，给我们看到一线的希望。用这个方法可以把自信里面的智慧挑出来，啊，把障碍自信的放下，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行了，回归自信本定。慧能大师所说的第四句，何其自信本无动摇，那就是自信本定。回归自信本定，就大彻大悟，什么障碍都没有了。啊，不走这个路子，无路可走啊！中国过去古圣先贤，啊，达到化身大师的境界不少啊。啊，那都不是凡人呐！中国人称为圣贤、君子、圣人是大彻大悟，贤人是大悟，君子是小悟。这样的人在每个朝代都出现不少。啊，我们从历史的古迹里头能看到。啊，非常稀有，非常难得。啊，那么后头这一句话重要，不念佛就搞六道轮回，这一句要记住。看我们要不要念佛，不念佛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全是六道，很可怕。念阿弥陀佛，念得清楚，没有妄想，没有无明。一句佛号，不但破妄想，也断无明，作用不可思议。
啊，念一句佛号，西方人，这个西方人是指极乐世界的人啊，不要以为是咱们东方，欧洲是西方啊，不能搞错了啊，这是西方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纵然是下下品往生的人也听得很清楚，我们在此地念佛，极乐世界人听得很清楚，下下品的人都听得清楚，何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欢喜啊。啊，到我们功夫成片的阿弥陀佛，我们的原身他就来了啊，就来告诉我们很多信息啊，所以他知道你要成佛了，快了。不但如此，十方世界诸佛护念，那些护法神能不拥护你吗？啊，有人念佛仍然遇到魔障，这什么原因？这是你的心不清净，犹豫不决，你有怀疑啊，念佛还要想别的，与佛菩萨没有感应，魔看到了，魔也知道，看到了给你开个玩笑啊，如果有坚定求生西方的这个念头，这个心，魔不敢来扰乱。啊，为什么？你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你得到龙天善神的保佑。啊，魔不敢接近你啊，你的心不正呢，魔才来跟你开玩笑啊。所以在此啊，这是自然原理和对你反而生起尊重的心，这是魔，你真干佛尊重你啊，佛也礼敬你。那么在这个乱世，苦不堪言，灾难很多，没有办法预测，认清处境，我们现在处的是什么境界，除了这个方法，确确实实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解救我们。所以啊，这一次到此地来，同学们要我讲经，那下个月我访问日本啊，也是去讲经。讲什么呢？我就讲这个法大誓愿第六，就介绍这一篇啊，多讲多听啊，能够听全经的当然好，但是全经太长了，从头到�尾差不多都要1000多个小时，现在越讲越细啊，越细越好，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坚定信心，坚固愿心，这一生能成就啊，就一定要知道只有这个法门确实有效，稳当快速啊，260钟念佛就是不思议的善根，一有机会呀要报佛恩，一有机会就将这个法门推荐给别人，所以经典我们月月在印，分送于人啊，他只要念这句佛号，金刚种子
就为他种下去了。所做的大小善事，一律回向庄严净土。临命终时，身念意念都能往生。但是有许多病人临终时昏迷，连家人都不认识，如何能念？若要想临终能得力，平时要用功，千万不可图侥幸。而且还需要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第一个，临终时头脑清楚，不迷惑；第二个，临终有善知识提醒；第三个，他一听到马上就接受。这三个条件少一个都不能往生，那临命终时又去搞六道轮回去了，这就很可怕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